来吧。你这样还能打吗？少废话，快把劲，不然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好吧，既然你一定要打，我们就干干脆脆来个一招见胜如何？西京争辩，来。不，不这样的，我们不必面对面，就背对背好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背对背战，影儿为我们鼓琴，曲中弦断，我们就彼此出剑，谁出手快谁就赢。爹。爹好。宁儿，去把你的琴取来，再为我鼓一曲，我喜欢听你时常唱的那首歌。去吧。这把剑，痛苦和责任都是你的了。
前辈所说的，就是这把剑。不错，就是这把剑。可是为什么拔不开？他再也拔不开了。为什么？他已经锈死在剑鞘里面，变成一把废铁了。啊？那你为什么说这是一把天下最好的剑？他的确是天下第一把好剑，因为这20年来，他始终没有被人用过。